从小就是来自一个非常贫困的乡下，家里有15个人都死掉了。我从小就非常有梦想，听说如果有梦想，你要越惨就能够越能够实现你的梦想。其实我本身也有残废，我小便是歪向左边，我觉得我非常惨。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，中国最重要的舞台，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会飙高音。至于我的高音怎么念呢，就是我他妈一个朋友操，就是这个朋友，如果没有这个朋友我他妈不会高音，他怎么帮我练呢，操操。是谁啊？天队的感觉。批判我的歌词太过用力，总是让人生气。你最爱看电视节目里歌手拼了命争冠军，唱到呼天抢地到处清静，而你才开心。所以我今天穿的西装笔挺，拿着麦克风唱这首歌给你。现在我要飙高音，飙到打雷下雨再来个转音，只要你能开心，就算飙到脱岗我也愿意。因为你我飙高音，就连香港阿奇我叹息，就连骂过小溪都对我 say sorry， 观众都在哭泣。你说我饶舌不好听，念来念去就像念经，批判我的歌词太过用力，总是让人生气。你最爱看电视节目里歌手拼了命争冠军，唱到呼天抢地到处清静，而你才开心。所以我今天穿的西装笔挺，拿着麦克风唱这首歌给你。现在我要飙高音，飙到打雷下雨再来个转音，只要你能开心，就算飙到脱岗我也愿意。因为你我飙高音，就连香港都为我叹息，就连骂过小溪都对我 say sorry， 观众都在哭泣。我飙更高音，哦哦哦哦，现在我要飙高音，飙到打雷下雨再来个转。观众